冇去過法國，冇去過法國九年啦。兩個形容詞形容法國，好野味，好貴。法國我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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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地方咧，就覺得真係好正嘅。但如果你話最掛住，最掛住係巴黎。你想 experience 成個國家咧，你其實喺巴黎咧就可以 experience 成個國家啦。下次翻巴黎，梗係想帶啲小朋友同埋老婆一齊去啦。就係咁，抱住翻鄉下嘅心態，我帶住一家大細起飛啦！喺晴空萬里嘅天空上面，我諗翻作為一個廚師，中意法國菜冇理由只係因為我嘅法籍嘅身份啦。法國菜第一，千變萬化。第二，法國人非常堅持就地取材，每個地區的食材都很 special。 第三，法國菜很講求擺盤，看和吃都是最高的享受。第四，汁，我曾經發過誓要做法國菜的汁神。這個 trip 我要帶大家吃盡最正的美食，看盡巴黎最漂亮的美景。 Paris 我來了。食法國菜咯，我哋成家人喺度啊！翻嚟我哋爸爸住過嘅地方啦，去睇下我細個食過啲咩，睇下你哋食完三十年之後咧，會唔會帶你自己仔咧去食你爸爸帶過你去食嘅嘢，好唔好？對，上一次嚟巴黎係佢未出世，疫情咗三年幾啦，咁啊翻嚟一定要翻巴黎先，因為要食嘢。其實除咗啲好舊式嘅餐廳要試之外咧，有啲好新派嘅餐廳都歡迎我哋去食嘅。等咗法國美食九年嘅我，嚟到巴黎嘅第一餐絕對有標誌性嘅意義，而我就揀咗呢度。呢個係我哋嚟到巴黎第一餐啊，就係我同我太太最中意食嘅餐廳。如果你話要一間餐廳去代表成個法國嘅咧，我就會揀呢間餐廳。你唔好睇間餐廳新速速咁啊，查實有成100年嘅歷史。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喺正巴黎北站嘅正對面，平時 serve 遊客為主。到咗而家，餐廳唔單止裝修冇變過，就連 menu 都同以前一模一樣。有專登為火車客而設嘅快餐 ，Christian 揀得呢度就係因為佢咩都有得食。我個細舅父咧就嚟咗巴黎住同埋做嘢啦。佢嗰日咧如果賺足夠錢嘅話咧，佢就會帶我嚟呢間餐廳去 celebrate 嘅。咁啊，佢就專會坐呢張台嘅。如果呢張台唔 free 嘅話咧，我哋會等到呢張台 free 為止。我哋兩個一齊嚟第一次嚟 Paris 嘅第一餐，但係呢度食。咁我記得第一次試佢嘢食就覺得對巴黎嘅印象好好，因為真係覺得好好食。咁所以都好期待今日再翻嚟食。係啊，佢係算係一個 brasserie 啦。咁但係咧，佢樣樣嘢都有 brasserie、bistro 同埋cafe。咁佢係招呼北站啲客啦，轉車或者等車之前或者一落嚟咧。就會有嘢食嘅，一間餐廳已經有一個 map of 法國可以食到嘅嘢咯。如果世界咧係得翻一間法國餐廳，我希望係呢間。我準備好啦，最 Parisian 嘅 Paris 啊，就係呢個 Seafood Tower 啦。全部都是熟的 except for 那些生蠔啦，其他的牛油啊，有些 vinegar 即係醋啊，喺下面咧就同你去點一齊食嘅。哇哇哇！呢碟海鮮拼盤睇到都心心眼啊！所有原材料都是 made in France。法國南部同西部都是沿海地區出產大量嘅海鮮，俾大家估下啦，呢碟三層嘅海鮮拼盤要幾多錢？係成千蚊港紙啊！不過而家貴啫，但19世紀嘅時候原來係二等食物，平到連基層家庭都食得起啊！